你的城市在哪里？在东南，在东北，在西南，在西北。我的城市就在我的指尖，它有生命，它有智慧，它能在我的指尖旋转跳跃，如同一个最美的舞者。我的城市仿佛会魔法，动一动手指，它就能让我的生活无比便利和快捷。请相信我，我之所以宅，不是因为我懒，只是因为我的城市太厉害了。想看书，他会给我安排；想看展览，他会给我安排；想看电影，他会给我安排。有他在，随时随地我都可以拥有诗和远方。看病难曾困扰人们许久，而拥有智慧的城市当然不会让这种问题继续下去。名医在线问诊，网上预约治疗，医疗资源查询，方便、高效、智能、合理。为了我的健康，我的城市一直很努力。学习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不论是家长们对名师课程的渴求，还是青少年对名校学习资料的需要，亦或成年人想提升自身技能，我的城市都会将最优质的资源送到面前。只要你愿意学，他就愿意帮。门难进，点难看，章难盖，事儿难办，在我的城市里，这样的老黄历不存在的。在指尖城市中，政务服务指尖办理建成常态，便民、利民、惠民可不是随便说说，而是踏踏实实做出来的。安全感是每个人生活中的必备品，我的城市深知这一点。无论是小小的蜗居还是大大的社区，在他的妙手之下都变成了真正安全的港湾。包括虚拟世界中也有守护神保卫着我的信息安全。人人安全，时时安全，处处安全，事事安全，是我的城市给出的承诺。天很蓝，云很白，花很香，树很绿，鸟在飞，鱼在游。我的城市并不是钢筋混凝土组成的都市丛林，而是让我随时随地可以亲近大自然的花园。夕阳无限好，人人都会老去，养老对许多人也曾是很沉重的话题。医疗保险、紧急救援、日常照顾、家政服务、休闲娱乐、情感寄托、法律咨询，我的城市竭尽全力解决着一个个困扰老年人的问题，要为爷爷奶奶们打造一个安全、便捷、周到的养老服务网络体系。在这座城里，养老没有围墙。多年以前，我们对城市的想象，指尖城市都已经甚至超额帮我们实现了。那么在未来，它还将带给我们多少惊喜？我很期待。